英文就是 Cheers to morning。一二三 ，Cheers to morning。然后日文啦，日文是 Ohayo Gambare。一二三 ，Ohayo Gambare。然后还有广东话是走散加油。外形阳光、形象正面的艺人陈柏霖日前被厂商相中，担任早餐大使。11号，陈柏霖也起了个大早，用各国亲切的招呼语为美好的一天揭开序幕。精通五种语言，相当有语言天分的陈柏霖也透露，还想再学更多。其实也不是说天分，我觉得一切都是，就是到过那个地方才学会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尝试吧。对，下一个语言看学学看韩文可不可以学起来这样子。然而陈柏霖不只在语言学习有优势，和柯震东合作的微电影概念预告一出，可是让大家眼睛都为之一亮。对啊，因为其实这是算第二次合作，因为有之前变身他有客串，然后其实这次微电影其实就觉得很好玩啊，就是好朋友大家一起拍摄就比较轻松这样子。我们主题还是放在喝咖啡，对，我会请他来吃早餐的这样。两大人气偶像将同台，该帮谁加油？可是让粉丝们伤透脑筋。只不过陈柏霖说不到三句话，就有将代言的活动挂在嘴边，代言人的职责可是做得十分称职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